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一周一次的卤肉有约。这一次我们请到了非常炙手可热的新生代小鲜肉，马来西亚之光尤先生。对啊，尤先生，你最近参加了一个新的节目，对吗？对，我最近跟观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节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马来西亚的小鲜肉。不要太长，会很无聊。来，短暂介绍一下。我叫尤长靖，然后我最近参加了一档爱情的节目，叫《偶像练习生》。可以看得出，我们这位来宾就是非常的没有礼貌，因为他在系鞋带。不会听到我下面啊？哦，是这样子。对，非常的没有礼貌。访谈节目里面一起过来。那请问一下，尤先生这次参加《偶像练习生》对你最大的收获是什么？最大收获是我认识到一个好朋友，他叫小红帽。小红帽，欢迎小红帽出场。小红帽，我这边没有小红帽，是他，没有你是他，你就是他是我们最近在《偶像有新番》炙手可热的新一代谐星小红帽先生。哎，小先生你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小红帽。小先生，请问一下，你当初一炮而红的到底出现了几次这个梗？我也没有想过，因为我就是很努力的在练习。我一直保持宗旨就是越努力越幸运。是，可以看得出我们小先生非常的有趣，很好 Q 吧？原来小先生就是参加这个节目以后，对你的生活有什么改变？哎，不好意思，就有位先生走过去啊，不好意思。Who are you？ 我在录节目。我打人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。哎，请问一下小先生，就是小先生吗？不好意思，怎么会有？因为就是我们在录制节目现场，怎么会有人走来走去？哎，不好意思，请问一下，哎，工作人员有在吗？工作人员，哇，好紧绷啊，我怎么装？是，刚刚就有一些人在走来走去。哎，好，我跟你讲，中场休息打的。中场休息，不好意思，跟大家介绍一下啊，这个是我觉得我是一个网红就没有水，非常引领新一代的维他命农夫山泉。新一代 ，logo 在前面，对，哎，这是我们的新一代的健康饮料，哎，这跟你服装很农夫山泉，感谢让我们活力满满的农夫山泉维他命水，你值得拥有。什么？谢谢。什么乱？谢谢。OK。哎，怎样？这位工作人员有点眼熟。是结束了吗？没有，这位工作人员有点眼熟，对。哎，请问一下，好眼熟。这个代表什么意思？这是这个不是促销活动，促销活动哦，是促销活动，打折的部分，维他命水，一箱，买一箱送两瓶，维他命 C， OK， 很好。一周一次的卤肉有约，我们下一次见，3、2、1。